题八咏楼，宋·李清照。千古风流八咏楼，江山流雨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登上八咏楼，远望疫情，放下对国事的忧愁，把它留给后人。这里水道密集，可以深入江南三千多里，战略地位足以影响江南十四州的存亡。